们在这个打压力啊，原理就是通过这个机器把这个水打到水管里，让这个水管充满水，然后再加压力，让这个水管的压力达到一定的值。好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打的这个压力啊。再说一遍，为什么要打这个压力呢？就是测试一下你这些水零件跟这个管子漏不漏水，合不合格啊，只有这一个作用，就是测试一下它的耐压能力。刚才呢我们在封客厅跟卫浴的 GIB，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封这个 bedroom 的 GIB。 关于这个 bedroom 的 GIB， 我打算用这个隔音的 GIB， 13毫米的 noise line， 它起到这个隔音的作用。然后呢因为这个保温棉都是隔音的保温棉，所以呢我想让这个卧室啊更隔音一点。之前在 James 家做隔音系统的时候，他家有剩下一些没用完的隔音的 GIB， 然后等一下呢我跟这个 CTO 过去拉一下。咱又看见 James 了啊，几天不见怪想你，是不是？网友都想你。现在我跟你说 ，James 家这个地板磨出家具的效果了，真的，不服不行。一分钱一分货。满意吗？满意。满意哈，这有点像家具的感觉了啊。嗯。这是瑞木，瑞木的原色。你这拎个筐干啥去啊？
就惦记我家丝瓜啊。哎呦我天哪，钉包都不摘啊，就惦记丝瓜。哎呀，我这点丝瓜我跟你说，你看好哪个，你给我留几根啊。不是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啊、这个还得长长，这个得长长。哎呀，你看你，我这我去断了。哎，那说明很嫩。好了，一个来。哎呀，哎我去，放篮子里正好。哎呦我天，篮子都拿我的。哎，这个老了。哎，你别管老不老，拿走，慢点。哦，好。哎呀，这个太嫩了。好。哎，这个很好，这个100%老。把你拿走，省着我扔。那个不行，这就这个呢，没到时候。那个太老了，不能吃。我告诉你，这个好，这两个上面那两个，那个够不着。你等等，拿个梯子。哎呀，你看你，行，好意思啊，拜拜，好意思啊，拜拜，老板娘，拜拜，好意思啊。对，我这都有证据啊。那橘子啥时候出？你再说一声。这，又惦记我家橘子，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慢点走啊！你可开车小心哦，这可是一筐大丝瓜，愁死了让你。那开车慢点啊！哎呀，这个 CTO 啊，厉害呀，主要是惦记我家这个丝瓜哈，不错。这最近又是狂风暴雨的啊，这门口又开始有点积水了，所以我这个车库改造当时我的地基是重新做过的，大概离外面的平面有150毫米以上，这样的话就很好的阻隔了这个水的进入跟这个防潮的问题。啊，这面墙呢也是 GS1，这是设计师设计的加强墙。所以呢，我们就按照 GS1 的方法来封这面 GIB， 这边竖着封，这边横着封，这样的话就不会存在这个有一面特别小的 GS1， 这个也不符合要求，所以我们刚才刚要干活，我们买了一个桌子，刚送到，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桌子是瑞木的桌子，我们看了很久了，终于到了。大佬就喜欢瑞木啊！我这隔着塑料袋都能闻见这个瑞木的气息。哇天，太漂亮了！这个才叫瑞木啊！哇天哪，这个太漂亮了，简直是惊艳了啊。刚做完。这面墙呢也是 GS1 加强的墙，哦，怎么那么多加强墙是吧？
好的，现在呢，我这个车库啊，这个灰已经批好了哈，然后打磨完了，下一步呢就准备刷漆了。啊，在刷漆之前呢，我们要把所有的门窗边上的门框线、窗框线做一下。啊，这个呢就是门，然后呢这个边上是需要压一个线条的，对吧？大家也可以选择不要线条的这个款式，就是这个 GIB 直接插在这个门里。然后新房大多数是这么做，因为这个房呢是旧房，所以呢我还是喜欢压一个线条。然后这个是卫生间的门，这个泡沫也是打好了。这个泡沫的作用呢还是起到了隔音保暖的作用。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呢，是让这个门框跟墙之间紧密的粘在一起，这样的话这个门以后就不太容易变形。我选用的门框线呢是这种厚的实木的门框线，它是2公分厚度，这样的话钉上去比较好看，而且比较结实。门窗安装完以后呢，这个跟墙之间的收口怎么收，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种呢就是没有这个门框线，然后这个 G 是直接插在这个门框里面的啊，大部分新房是这么做，这是一种做法。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旧房，新西兰的所有的旧房都是有门框线的，啊，这个门框线呢，它的这个厚薄跟它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价格也是不同的。像这种门框线呢，实木的，啊，又比较厚，它这个价格肯定是比较贵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啊，它也比较窄，而且特别的薄，它也是实木的啊，这种就相当便宜。说到这儿呢，给大家说个故事啊。啊，前几天呢，有个大哥让我给他装修他家的房子，然后这个装修都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项就是定这个窗框线、门框线、顶角线、地角线啊，这些线条定完以后呢，人家油漆工就可以油漆了啊，我们木工就结束了。由于他这个房子是个老房子，大概呢七八十年寿命了，而且这位大哥对我不薄啊，然后呢我就去班里花了大几千块钱给他拉了一车带保护涂层的白色顶漆顶角线，我们啊都卸到工地上了啊。这时候这大哥回来了，大哥看了一下角线，走到我身边，不是很高兴，略带失望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王啊，能不能给我用一点好的材料啊？不要拿这些材料来糊弄我。”我一听，我说：“此话怎讲呢？”这房东就说呀：“之前呢，他认识一位装修师傅，跟他说过啊，教育过他，说这个角线呢是白色的话，一定是密度感的，它不是实木的。第二呢，像这种老房子，一定要用这种薄的、窄的门框线，才显得比较精致啊。然后呢，他呢就说这个窄的门框线才是比较高级的。”像我买的这种宽的不好看，比较老旧啊，而且看上去太大啊，不够精致。然后呢，我呢还想解释一下啊，我说这个白色不一定是密度感，有可能是实木。这时候呢，这位大哥呢就非要跟我犟，说不可能，白色的肯定是密度感。这个装修大佬，你太不专业了，连这个常识都没有。我这一听到别人说我不专业呢，这头啊就懵了一下。你要是说我偷工减料没良心，我都承认。你要是说我不专业，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我当时呢就给这大哥解释，解释解释呢，这大哥急眼了，直接说不让我做啊，说我偷工减料不够诚实啊。我一看呢，都到这份上了，你把韭菜都伸到我刀下来了，我要是再不割，我就真对不起良心了。我马上把这些脚钱全部装到车上，直奔巴黎斯就去了。过了10分钟不到，我拉着一车300块钱的
这种薄的最便宜的交钱回来了。然后我看这大哥离我老远，他就笑了。为什么呢？他看到我车顶上这个颜色对了啊，是木头颜色，一车的黄色。这大哥呢就走到我面前，他就说呀：“小王啊，我就喜欢你这样的，比较耿直啊，比较诚实，知错就改啊。”我呢，当时呢也拍了拍大哥的肩膀，缘分啊。然后呢，我就把这些脚线全部给他订到他的房子里去了啊。啊，我边订呢，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感谢之前的装修师傅啊，他的这个装修的经验呢，影响了整位房东啊。没有他的话，这几千块钱呢，我估计啊，我赚的还是比较。然后我订完以后啊，这房东看了这个薄的这个脚线啊，订在他的门上，跟他现有住的这个房间里这个宽的一对比，这位大哥总结出来说还是薄的好看啊，比较现代化。我当时啊就在旁边啊，要不是昧着良心挣了这几千块钱，我当时都能笑出来。后来呢，这位大哥一高兴就跟我说，以后他的所有的装修房子，不管之前的脚线是什么，全部换成这种薄的、窄的、实木的脚线。我当时啊，握着他的手说：“缘分呐、啊，缘分啊。”好了，讲完这个事儿啊，希望大家对这个脚线有一个了解啊。大佬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厚实的脚线啊，但具体要看你的房子的年代啊。如果是旧房，原来就是这种，你还是保持一定的风格是比较好看的啊。所以说呢，有时候这个新房啊，它不一定都是为了引领时尚啊，有时候呢，它也是为了节约成本才能做的啊。好的，接下来呢，我时间也不早了啊，准备接孩子。现在孩子上小学了，这个接送问题是比较头疼啊。他倒是很适应这个小学的生活啊，我有点不太适应啊。真棒。